各位朋友，隻頭係捐唔出血出嚟嘅，咁喺度呼籲大家咧，如果健康身體情況良好咧，都可以嚟捐血。嚇，就係助己助人，助人為快樂之本。同埋咧，我認為咧，就係捐血咧，係可以改變人哋嘅命運，亦都可改變自己嘅命運。支持捐血。